啊，待我拱手河山讨你还，万众齐声高歌千古传。你看远山寒。联合国前秘书长哈马什尔德说过一句广为流传的话，与周恩来相比，我们简直就是野蛮人。肯尼迪夫人杰奎琳说，全世界我只崇拜一个人，那就是周恩来。西哈努克夫人莫尼克公主说，周恩来是我唯一的偶像。周恩来这人我就佩服，很佩服，这人我佩服。五十多年革命生涯，26年总理任期，日理万机。我认为周总理的教养和魅力兼备，具有仁爱之心，善解人意，大爱为民。无论是对外国政要，还是对普通百姓，甚至在世界人眼中，他是一位受到中国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熏陶的领导人，用多少赞美之词都不足以表达对他的崇敬。记得点赞关注哦。